金号，马上测，等一下。迪化街那间老店挤满采买民众，水果干一买一大包，还有人上门就指定要芭乐干。你们是土芭乐，那边是牛奶芭乐，你都可以试试看看。很好吃啊，觉得还可以啦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但找半天有土芭乐、牛奶芭乐，就是找不到红心芭乐干。大概十个人啊，有九个会问红心芭乐，一两个月前就没有了哎。欢迎试试台湾的土芭乐干。那间店里芭乐干剩不多，由于产量减少，原本四月和九月产销班固定进货，但去年九月直接断货，红心芭乐也缺货。我们的印象就是没有货可以卖，我觉得卖完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里面剩一两箱而已。去年雨水多，秋冬芭乐出现断层，四月盛产时平均价格每公斤8元，但到了十月飙破57块钱，比年均价28.4元贵了2倍以上。它生长期恢复期还没有到啊，可能看5月份哦，会不会恢复正常产量啊？芭乐干量少，但年节果干取代性高。从畅销排行来看，过年以艾文芒果最热销，接着是当季的草莓和橘子。另外，凤梨和芭乐也很抢手。但越接近过年，台湾产的芭乐干只会越来越少。爱吃这一味的民众手脚得快，否则很可能会吃不到。记者杨世俊、黄俊台报道。